朋友，有女性小朋友来。好，往中间走。好。哎呀，我知道啦。介绍自己。好可爱。大家好，我叫刘雨清，今年四岁。我给大家表演的是《快乐王子的小船》啊，鼓励一下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朋友，先放在那里。好，来，请我们老师点评。小朋友今年四岁是吧？是。是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刘雨清。啊，好的，你自己觉得你今天表现的好不好？好。挺有自信的。给点掌声。哇。说实话，这个小朋友在台上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。我觉得四岁小孩在台上能够具备这几点，就是说他唱歌首先不怯场，而且很自信，同时呢这个脸上的表情一直都是很开心的，我们看着也很高兴。然后呢，特别是你的这个音准和吐字都特别的好啊，而且我们都能听清楚你唱了什么啊，这一点我觉得相当的棒。唯一不足的就是今天穿厚了点儿。这个下次上台叫妈妈给你穿稍微漂亮的小花裙子啊什么的哈，穿薄一点啊，在台上穿厚了点吧，显得太臃肿了一点啊，可能有些动作呢就有点感觉到不是那么放得开，有些动作就限制了一下啊。小姑娘挺可爱的，挺好的，挺棒的啊。来，我要去北京。哎呦，好。好，北京欢迎你啊！恭喜你啊，晋级了啊！晋级好棒，晋级